好像什么东西来着？拍照拍照拍照，吓到了！我刚刚打开了那个奇怪的盒子了，里面有两把钥匙，一把暗暗旧旧的，一把金座闪亮，看起来不太搭调。确实有些奇怪，不过这栋房子大部分的门都被拆掉了，也没有看到有上锁的抽屉，钥匙目前倒是派不上用场。说的也是，不过钥匙被放在那种机关盒里，感觉是很重要的钥匙，说不定有什么隐藏房间还没被找到，晚上看看啊，期待一下。 OK 很有可能，我也会注意看看。什么魔盒啊，烂死，还不被我秒解决。那研究玄关结果如何？你看看我什么？就是玄关，我开玩笑的啦。总之我想先待在这里。北七啊，干，那是北七无有意的一口诶。什么东西有趣？蛮喜欢古早的东西的。啊，关了吗？还没有，还没有。这里很多日治时期的物品，像是放水果的那间房后面的木柜以前是冰箱，以前电力没那么稳定及普及，所以主要是放冰块与冰箱维持温度，比较像保冷箱吧。没想到这间房子竟然有三台冰箱，不然他们要买多少冰块才够用。莫环姐你好，安安午安哦。明明这还有些害怕，现在完全镇静下来了。那里还有菜橱和饭斗柜，我一直觉得饭斗柜造型像娃娃床，有点可爱，实际上那是放饭桶或是其他锅具之类的柜子。我刚看到的时候不知为何堆满苹果。那边堆满了没有腐烂的水果更奇怪。是蛮奇怪的啦，不要乱吃应该不会有事了吧。虽然各方面都很奇怪，但这里的东西真的好有古早味，可以的话真想带走带一样东西走。不好吧，我开玩笑的，不要那种眼神看我，我觉得你是认真的。来啦，这干嘛啦，不要吃人肉不可恶。我要叫他咬个橘子的。书法不该是新居落成吗？新竹落成是日治时期的用法，以前做报告的时候就看到一些史料，当时的报纸会报道重要建筑物落成，就是使用新竹落成。安倍换名字，换名字我怎么知道啦？安倍安安武安，我怎么可能会知道你换名字？到底整我？现在怎样都把我当那个通灵王是不是？我不是我朋友啊，我不是古月那个家伙啊，那家伙才是通灵王啊。他正港通灵王啊，原来如此。你是跟哥哥或姐姐参加夜游活动啊？当然是自己去啊。未成年独自参加夜游团不安全吧？什么未成年？我已经19了，已经是大二生了。竟然比我大，干嘛那么意外？没事，对不起，我搞错了。那个我比你小一岁，所以是不是应该叫你学姐比较好？不用啦，这样叫感觉太严肃了，我都直接叫你名字，你也直接叫我名字就好了。我知道了。在我北贡啊，19岁。你以为他几岁？小学生？高中生？你不能因为别人发育不完全你就这样子呛别人好不好？你这样没礼貌欸，这家伙。因为呛他发育不全。应该是暗色的钥匙，打开了。哦，他上来了。没想到壁橱一间有个隐藏的秘密通道，将钥匙插在门上，失去暗色的钥匙。Oh yeah！ 我找到一个隐藏房间了，在哪里找到？有什么特别情况吗？在主卧室的壁橱里有一条秘密通道，爬上楼梯之后就会看到，看一下储藏室。了解，我待会过去看看。哎，每个人都报道一下这个好消息，你们这群没有作为的废物。哼，如果不是我的话，你们不知道被困在这里多久了。所以现在是没有任何可以成长的东西了。哈哈哈，GG。为什么还特别关门啊？这里是，这是什么八卦盘、啊、
青竹落成的四位密码。哈哈，1929。啊，按错了。木盒打开了，装着一颗珠子。请看灵堂的墙壁。灵堂的墙壁，为什么？哦，那个是楼梯的那个绳子啊，白痴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去灵堂的墙壁看一下嘛。跟这珠子是一样的，装上去。之前在书上看到双树通往阴间的道路，还是不要随意尝试比较好。等一下，我们的那个刘梦清也太聪明了吧？他是有听说，该不会也有听说过那个镜子可以通往阴阳界的传说吧？因为之前，因为以前有说法，就镜子它是可以隔通阴阳的一个神秘道具。然后说，哎呦，看到了，真的多出一个东西了。迷途的旅人，让我们玩个游戏，你们无权拒绝，也不得离开。请在一柱箱子内躲过怪物的追捕，先想拦截那个球，游戏开始。被抓到的人将永远的留在此处。这是在坑我吗？在坑我吗？你他妈的坑我吗？你叫我来这边看东西，然后结果竟然是要我跟你玩游戏。I want to play the game, play 你老妈啦，你个大西瓜，这个没礼貌的气死人。YouTube 这边比较快吗？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因为。我目前网络的话是都还好，都是属于稳定状态啦，目前为止啊，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是谁的恶作剧写上去了吗？这玩笑太过火了。怎么都看我，不是我啦，我一直都在玄关附近，大家刚刚都走来走去的，也只看到小梦清跟眼镜哥进来这间房间而已。我没有，我不会做这种没意义的事。再说这个地方并没有可以使用的红色颜料，甚至没有可以洗涤的水，要做这样恶作剧也不容易。那到底是谁写的？难道这房子里还有其他人？也可能是为了吓唬我们的恶作剧吧。离开，一心，我说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啦！你怎么了？总觉得跟平常不太一样，有点吓人。我说真的，就像刚刚说的，要是有人埋伏在这里，搞不好是被通缉的罪犯之类的。我觉得这里很不妙，很快回车站好不好？我们走吧。出不去呢。如果你们出了去，你们别有人怕出山。你们是出不去的，不要想啊，孩子。你们如果可以走出去的话，我就真的是看到鬼了。来啊，出去啊，继续走啊。有没有听到什么诡异的声音？有没有？有的齁，是不是？你看我都说出不去齁，可能走另外一条路吧。路变得更浓，大家小心，你别走散。谁在那边笑啊？你看走一走，会不会突然有一个消失啊？欢迎回来。外面雾太浓了，也无法回到车站那边。不管怎么走，最后都还是回到这里。现在的状况根本无法用常理来解释。房子里有人持猜测，就算墙上的字是某人做的，但就算雾再怎么浓，也不可能一直走回这里，感觉就像鬼打墙。更重要的是，就算从屋子里出去，那毛骨悚然感觉也没有消失。怎么办？要是像一心说的那样就不妙了。目前一直暂时待在这里，等天亮雾散去之后再离开吧。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待在一起。也是，如果有人躲在暗处，一起行动会比较安全。哎，这个地方连厕所都没有。啊，还好厨房里有水果可以充饥。
除非不得已，不明的地方还是不要乱吃比较好。大家暂时忍耐着吧，尽量休息。天一亮，雾散去后，我们就离开。嗯。接下来大家轮流守夜休息，在手机都失灵的情况下，没有时间的流逝感。期间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甚至没有任何动静，仿佛这间屋子真的只有我们。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色始终没有变化，雾也没有要散去的迹象。虽然无法确定时间，但以生理作息时间感来说，应该已经过了一夜，情况仍然跟之前一样，无法从这里出去。我在想，会不会跟床上的字有关？难道真的要玩那个游戏吗？那个脸真的很好笑，那个游戏那个脸。因为从下火车之后就一直遇到很奇怪的事啊，完全没办法用常理来解释。说的也是，其实我也在想同样的事，墙上红字的内容会不会是真的？的确，综合现在的情况，那不太像是单纯的恶作剧。话虽如此，但要照着上面的规则玩游戏的话，你这个眼镜哥还蛮不错的，他是会那个什么以科学来解决事情的人，一开始给我们这样感觉。可是你看他现在就突然就是一副那个如果要我介绍非科学的事也是可以的，那感觉又不一样了。不行，绝对不可以玩。一心学姐，之前我们在房子搜索时没看到人，连一丝动静也没有。如果真的有人躲在暗处，只要他是出于某种目的在墙上留下血字，过了那么久也该有所动作。虽然我不太相信直觉，但总感觉如果不照着墙上的字进行游戏，很可能会一直被困在这里。眼镜帅哥，我也是。虽然整件事莫名其妙，墙上的红字也让人觉得很恐怖，但目前也没有其他办法。到底为什么会遇到这种灵异事件呢？又或是刘一心，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一心学姐，你在发抖？我哪有？确实，自从进入这间房子后，一心你一直表现得很奇怪。你来过这里吧？你到底有什么事没跟我们说？我。对，我是知道这里，可是不应该是这里，这个地方也不是在森林里啊。不在森林里什么意思？说起来，一心学姐之前说过有人在这里失踪，难道失踪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失踪的事件跟我们现在的状况有关系吗？我在想，会刘一心之前也是来到这个明修鬼屋，然后跟他一起敞刊的那一个人，敞刊或者是一起行动的人失踪了，所以他才对这个地方有印象。那个人可能就是一直玩那个，可能就是玩了这个游戏，所以才导致那这个状况发生。我在想啊，我觉得有可能耶，换这样推测其实有可能。你不说吗？你不说的话，我们突破口也只剩下玩游戏了。你觉得呢？你不表示意见，那我们也只能试试看了。各位的意见如何？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吧？虽然在原地等待不会有任何进展，但真的要照墙上的字玩游戏吗？有种不好的预感。等等，我只是什么？我，那么直到你愿意告诉我们，我们再停止这个游戏吧。要不要讲啊？要不要讲啊？还在犹豫要不要讲，是不是？那个规则是线香燃起就是游戏开始吧，应该是将线香插到那边的香炉上点了。游戏范围只在这个房子内，为了避免危险，还是一起行动比较好。不会真的有什么出来吧？我可以帮忙点燃线香，刚才有在柜子里找到打火机。好，麻烦你了。你们可以先到外面找地方躲起来，不用等我也没关系。可是一起行动比较安全，不能保证没有突发状况。抱歉，虽然不想吓到你们，但我有种很糟糕的感觉，大家小心一点比较好。问题是逃离怪物的追捕，怪物指的到底什么？我们现在门口等你，但如果你出来之后看不到人，代表突发状况，你自己要小心点。好的。一炷香大约两个时辰，如果分散就各自找个隐秘处躲起来，自己斟酌时间后到玄关集合。好，待会见了。梦清，你要小心哦。
一心，你别再发呆了，因为你什么都不说，也只能开始游戏了。算了，总之赶快走吧，跟丢就不好了。嗯，我知道。好啦好啦，打起精神来，快点走。欸，等一下，我没有存档欸，最会卖队友的那一种，真的超级会骂欸，超高。你有领航啊？玩哦。嗯，这里的柜子应该放现象，可是我没有得存档欸，我没有得存档。哦，怎么办？一定要陪他们玩游戏吗？这边死了就要重来欸。嗯，开始了吗？好像有点变得有点暗，不是有点暗，是真的很暗。欸，这不是那个谁刘一新的那个吗？相机吗？脚步声，好像是什么东西。哦，拍照拍照拍照，吓到了。咦，突然不动了，是那是因为刚刚不小心按到快门吗？又追过来了。游戏开始，开你个头！哦，他会给我们存档。按一下 A 键可按压闪光。啊，不能！啊！怎么玩啊？等一下，这个我要键盘玩。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我们下一部影片见。